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捷达奥特曼的街机形态无限斩击形态。这是一个街机专有的形态，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大剑，然后我们用欧布的卡片召唤他的战友迪迦奥特曼。迪迦奥特曼好帅啊！然后我们会用奥特胶囊召唤出捷达奥特曼的神秘光辉形态，光辉赛罗和初代奥特曼的融合胶囊。让我们来选择期间限定的特别任务，对战的对手是贝利亚融合兽骷髅哥莫拉。好帅啊，他拿着一把大剑。可怕的怪兽骷髅哥莫拉也登场了。首先让我们来斩击，光线攻击是从剑里面发出的光线。召唤神秘光辉形态，神秘光辉形态太帅了，攻击力好强啊！怪兽的攻击来了，他用石头扔向捷达奥特曼，怪兽又发动他的必杀技。让我们来继续进攻。这招光线攻击好帅气啊！接下来是发动连环踢，哦，被挡了下来。太好了，轮到我们发动联合必杀技，召唤迪迦奥特曼。最喜欢迪迦奥特曼了，让我们来发动联合必杀技。ゼペリオン光線。他一下分身变成了三个，太帅了！不好了，怪兽的攻击又来了。天啊，攻击力太强了。哦，我们打输了，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打赢了，太可惜了。这个特别任务第一只怪兽是骷髅哥莫拉，最后是时光破坏神骰钢，太可惜了。那我们下次再用更强的对手来挑战他。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最新街机形态就到这里，更多更好玩的街机游戏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